老板到了。下车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山。上山？现在就上山？我早饭还没吃呢。老板，其实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作为您的司机，我没必要跟您去爬山吧。要不我再给您擦车吧。你不去可以选择吗？不去扣钱，去加钱。扣多少加多少？扣500加3倍。好，去爬。老板，你等我一下。把水给我。我说怎么这么重呢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走吧。
老板，你还有水吗？有啊。我的水喝完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瓶？不能。